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春。那听说我们极速领域已经出了璀璨之星的礼盒包，里面有 A 车 ，A 车我还不抽起来吗？啊，那个，我们就是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先小试身手，就是买个十个来抽看看好了。哇，我的看一下，就是十个能不能抽到？这边购买失败，可不让我花钱就对了。OK， 已经买好了，十个。据说我好几个朋友都花了大概5000块以上才抽到，对吧？那十个要抽到几率非常的低的。OK， 我们先祈祷一下，十个究竟能不能抽到？有没有抽到呢？我的 A 车璀璨之星抽起来！喂，璀璨之星 A 车出现吧，永久。好 ，OK， 结果啊，好吧，那个不意外，不意外。好了，那至少就先跟我朋友借一下这台车玩看看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有跟朋友借了一台就是账号，然后就是他是已经抽到我们的璀璨之星 A 车。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台 A 车的一个性能好了。那其实它的改装很简单，它的分支只有一条，所以就是我这边选了传动改左边。那我们看看分支好，其实为什么会改左边？原因是在于说我们璀璨之星的直线上表现不错，那是改左边可以能明显提升就是直线的最高速度，那是一个进一步扩大璀璨之星的一个优点。那改右边增强小喷气，增强的力道并不像就是右边的增强氮气这么多。那又不加小喷时期选择右边无法帮助氮气的延续。那其实在 A 车的比较上，就是璀璨之星目前来说是游戏中最强的 A 车，那同时也是我觉得最值得入手的。那基本上如果你目前尚未入手一款 A 车的话，就是我个人真的蛮推荐这台 A 车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来直接试跑这台 A 车的性能。好的，接下来直接试跑我们的就是11层，对，我们试看看这台车的性能如何，因为我们官说没用，自己跑才会知道它的操作是怎样。来，跑完看 ，OK， 转位来一下，哎呦，这个转向还可以接受。目前手感来说，开起来就是手感来说，我觉得就是不输剃刀了。我。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台车的一个，A 车有那个就是被动技能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开 A 车才知道的事情，就是它好像会自动这个被动技能会自动帮你集一些气量。哦，它的速度真的是蛮快的，哇 ，A 车真的是乐胜 B 车哦，那个现在跑起来的手感真的还不赖，哇，这个。第一场哦，有点飘掉，有点飘掉。不过目前来说，跑人家还可以接受。哎呦！哇、哎、呦，是撞墙啊！手感还是有点，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。哇！我这个失误成这样，都有11秒啊，那个。真的是超猛的车啊！哇，又失误了，失误了，继续跑，继续跑。手感还不太适应哦，目前小失误还是有点多。不过我觉得，如果第一场跑这样的话，我感觉这台车真的是蛮值得大家入手的。时间速度真的超级快，天啊！哦，撞墙，撞墙！全程就是，哎呦，这个这一场第一场跑这样的感觉就是，它速度很快啊，就适应起来，我觉得应该是哇，这样都还有23秒，就是我觉得这一台车适应起来，它的就是爆发力就是指日可观的，而且有点像开卡丁车游起来久的感觉，
哇，自己都想要砸钱去买这台啊！天啊，我之前才在海联车花了6000块，那我朋友在这台也花了6000块的，这是钱。喂，我们再跑第二场吧，这个直接试看看，我们就直接试跑两场，看看，因为刚刚第一场失误很多。再跑一场11层，因为 A 车的被动的是有点猛，完全不用担心气量的问题。哦，手感真的蛮顺的，我第二场来跑完这样就觉得它的就是稳定性非常的高，哇，天啊，在这个时间点出 A 车，真的是要逼死谁啊！现在相对跑得比较稳一点，然后稳稳跑，看完能不能至少不失误。哦呦呦，外飘外飘啊！哦，擦中擦中！哦，这个自动机器帮我补满了耶。哦，速度变有点快。直线，所以这一场就是中规中矩。哇，这样就20秒！天啊，我真的这样是太猛了吧！我只是跑了2场而已，第一场就一堆失误跑23秒，那这场就是中规中矩，这样稳稳跑就20秒了。天啊，已经比我之前踢到的记录还快一点点啊！只是简单跑而已，太夸张了这台车。刚好超越自己的朋友，里面就有我 YT 搜寻刘生生。哇，这台车真的是很厉害。好，那这次接下来就是直接跑实战，就是跑一场试看看，对啊，因为多人开可以体现出他在实战的一个对抗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排除价格之外，对这台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台 A 车。那我觉得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帮大家提升不少的一个秒数，对，就是大家如果我抽到的话，先恭喜大家。那我今天的试跑的感觉是觉得还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直接跑实战。哦呦，撞到就撞墙啊！秋名山的是一个非常难跑的一张地图。哇，差点控不住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跑这台车有点控不太住的感觉。哇，我被撞了，这台车蛮耐撞的啊。这关不太会跑，那个太复杂了。哎呀，哎呦啦，有够崎岖的一张地图。啊，今天的目的是在测而已。
好啦，实战跑起来的感觉还不赖。对啊，就是总而言之呢，大家如果不排除预算问题的话，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一台。那就是我是春春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